快看，那是个什么？一只大螃蟹，这哥们被人给煮了呀！我就说河里哪里来的梭子蟹？这是个什么？又是一辆小汽车，看看这是一辆什么车 ？School bus， 这是一辆校车呀！怪不得这么威武霸气。哎，这里面好像是有东西呀，估计是进去一粒石子。看看里面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没有呀？我看见了，在那里，好像不是一粒石子。把车壳打开，看看到底是个啥？我的天，这是个什么？我是不是发财了呀？这是翡翠吗？哪位懂行的老铁帮我看一看，这玩意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感觉应该不是真的，真的的话谁会乱扔呀？不过这玩具小汽车肯定是真的，把车壳给它重新装上，放在车顶上，校车立马高大上。把它带回去找个明白人帮我看一看。咦，这是个什么？这不是玩具车的底盘吗？正好出租屋里还有一个车壳，带回去看看能不能装得上。这个车壳在给黑壳虾当窝呢，还真的有黑壳虾住里面呢。但是这一只应该不是带籽的那一只，估计带籽的那只在里面藏着呢。看看车壳能不能装得上，先把车头找对，就让完全可以装上。你们看，这是辆什么车？跑一下试试，速度不是很快呀，慢悠悠的，还撞到鱼缸上面了。这全是这几天在同一个位置捡到的，有两架飞机，四辆小汽车，都可以组成一个车队了。怎么样，感觉非常霸气。